暗影熊帮我。手里盖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人了吗？咦？全军出击！全军出击挺好。我们去偷一个蓝 buff。搜你个！这样我们就能无限Q了。我打他相当于刮痧，他打我好疼。但是这波可以秒 W 一 QQ 没中，可惜了。闪现，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闪现给摁出来了。对，我闪咋没了呢？我没有摁闪啊，我闪现咋没了呢？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闪的，很奇怪呀。剑圣是不是搁我右边呢？剑圣，这么快就乱配去了，好一套。
但是他没有传送，不是，他没有点燃，不用害怕啊，问题不大。3秒钟以后死，3、2、1。闪现了。闪现了就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可惜没扣到啊！哪来的？剑圣复仇成功，剑圣复仇成功是吧？剑圣喜欢复仇，去把他拦倒了。喜欢复仇，打个眼儿，看看光头来不来啊！呀哈哈！我在这手里干是不是全空了又？怎么会空了呢？不应该呀！不重要，死了就行了。什么空不空的，又能怎么样？空不空不也死了吗？有什么用呢？我又没多交技能。剑圣居然把小龙打了，好，既然剑圣喜欢打龙，我把他红拿了。这么喜欢打龙，我就帮你打个红。来个星石，死了！我们走！死定了！往哪走？要烧你！给我吧，我都白来一趟了，你不得给点东西吗？去下路干喝一波，假装杀他，抓到你了！
我操！哎西吧，这都能死！再把出个西地海吧。卡莎6-0是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有我在，卡莎起不来，起来也没用，卡莎算个屁！飞到了奶奶家，走，剑圣可能搁我旁边。光头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不走位呢？不往他妈塔下走，往塔外边走呢？这人呢，怎么回事呢？就奇了个怪。包回来吗？可以。Shut down。哎呦，德克萨斯木印落手。哎呀，这剑圣还要打龙呢，要龙不要命啊！卡莎是什么意思？先把龙打了。我先把中路线收了，收完我再去剑圣野区。收完把剑圣的红给他收了，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剑圣可能要来，我们在这插个针眼瞅他一眼。盾弓，哎，看来我得出一个破盾了。光头打人不掉血呀，
那我先给这剑圣出个破盾。你们说猿狐出不出？我肯定得给青羽留个地方，青羽收集加猿狐啊。不得，来个夜印之风。收集者不要了，劫要收集者没啥用。传送。小小 ADC 可笑。找着卡莎的，我操，还能往这边飞的吗？这几个人啊，这传过来的呀？先杀卡莎，点呗，全死了。零换三，走，找卡莎的。出来了呢，真可惜，快点出来呀，怎么去中路了呢？早点回去走啊，那谁知道左边有人啊。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开始biu biu了。报仇的，今天不杀别人了，除了卡莎，没有别人可以让我杀。复仇！见不着这人怎么回事？而且他光头非得过来，我不想杀他非得来，那没办法。没什么招，
回头。回头肯定是不能让你走了。跑得有点慢呢，感觉还是应该出木印。出木印吸地快，这吸地太慢了。这大招七十秒一个，出木印那种大招二十秒一个。得打吧这我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，你说他玩 ADC 的不好好玩，他非得野我一个劫，他非得让我看着他。我点了大招吸地那个天赋啊，可是还是不行，因为星石没有减吸地。落手干哈呢？这都没死吗？我还以为我要融化了呢，我一上去五个人干我，复活了是吧？给复活了，要不然肯定 boss。我技能，我 Q 技能只要中，那他就是死了。